这个是刚做的，这个是刚做的。啊，这刚做的。都是凉，现在都是凉，热的。我点那个，后来那个什么了。 我这里看着，你要是问你嘛，你就行，就跟那个。啊，没有，我这。我问那个什么烙的那个，我就那样事儿的，来，别搞我。再烧出个埋汰的韭菜，它偷偷艺来了。这个韭菜快炒就行，我说得好好蒸蒸韭菜，是吧？嗯，肯定，它一干啥，往外发的好吃嘛。 几个呀？五个吗？
六个哈，可以。嗯，走的真好，刚出国就是好哈，太好看太好命。嗯，现在也那啥。进屋里刷卡就行了。哎呀，你叫地址。六千啊，刷卡。来。拿这个他看一下啊。哎，好，你拿着吧。啊，谢谢。吃吧，不用，在这吃啊。好，拿剪子啊，拿剪子。来，让他等着就行。这是韭菜盒吗？哎，韭菜盒，啥么？喝就得了。